诸位同学大家好，请看感应篇第81节。这个文呢，还是阴藏之物，见他色美，其心思之。这一个现象，物业不但是非常严重，在今天社会上啊，已经到泛滥的程度了，所以社会不安定，动乱频繁，天灾人祸，追究其根源，这未尝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。中国古人常讲啊，万物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。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，我们在《礼记·仪礼》里面看到，男女五岁不同席，五岁男女就不可以坐在一起了。为什么？防微杜渐呢？今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，这个13岁的女孩，13岁到15岁的女孩怀孕堕胎的比比皆是，这还得了吗？要想这个社会不动乱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民主自由开放，后果是社会大乱，人心不安。现代人都说专制暴，古时候这些帝王是不是专制？细细去读历史，去探讨古时候这些典章文武制度，我们会发现现代人把专制这个帽子加到他们头上，非常不公平啊。他们不是专制，他们真正有慈心有爱心，保护社会。为人民幸福着想，虽然有一些措施大家感到不方便，这个不方便是小事，你得到一生的安定。和平繁荣兴旺，这是大幸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牺牲小的自由啊，得来是大的自由。忍耐一点小的限制，得来是永恒的幸福。
啊，那我们看看现在，你所得到的是在讲，啊，在这个社会上放纵贪图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，你得的是小利益了，你自己身心不安，生活在恐惧之中，也让整个社会不安定，人人都生活在苦难当中。诸位细细想想，你这一点点民主自由开放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？我们仔细思维呀，得不偿失啊！你所得到的十分之一了，你所失掉的十分之九啊！所以我们细心去审查，还是古人的方式有道理。啊，古人叫你牺牲人寿，十之一二啊，你所得的幸福、荣幸，十之七八了。世间要想做到十全十美，决定不可能。啊，从比例上来计算，这是人力可以能够控制的。所以今天人不读圣贤书，不知道圣贤的大道啊，将佛菩萨释出世间，最极究竟圆满智慧的教诲看作迷信啊，看作落后，看作不合时宜啊。古圣先王的制度典章称之为专制，称之为独裁，啊，我们现在人所立的这些法律，所制定这些规章，以为这是先进的，啊，符合民主的，符合科学精神的，可是实施的效果跟古代的社会两下一对照，相差的距离太大太大了。原因到底出在什么地方？古人所说的不读圣贤书之过啊，注解里面在这一段引用啊佛经里面一段话，说得很好。佛言：人于世间不犯他人妇女，心不念邪僻，从事得五善。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的，总离不开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报。啊，能够遵守佛的教诲，
五戒里面不邪淫的戒，十善里面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。佛讲啊，它有五种善果。第一种，你可以能保住你的财富，不至于失掉。第二种啊，你守本分、守规矩，你不怕县官。从前县官是管司法的，像现在的刑警，你不会怕他们吗？你不犯法吗？第三个，你不为人，你的心行正大光明，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啊。这是世间之善呐、我们讲的花报啊，果报呢？他没有学佛，他没有求生净土啊，果报在人天呐、佛说，得生天上啊，升天呢，天上玉女作妇啊。无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，多端正福。那么佛讲五种果报，三种是现世人间的福报，两种将来死后升天享天福。那么佛又说，人于世间淫淫犯他人妇女，从事得无恶，这是你破戒作恶，你也得五种恶报，也分这个今世后世。第一种呢，家世不和，素忘钱财啊，你的财产会流失，你一家不和，这个果报就很可怕啊。谚语里面常讲，家和万事兴啊，这个家不和，这一家必定败亡。我们仔细观察现在的社会啊，犯这种过失的啊，闹这个婚变离婚，现在在这个社会上离婚率多高啊，离婚说家庭就散掉了，如果有妻子儿女，这个是对儿女不负责任啊，给儿女最严重的伤害，最严重的打击，这个罪过后报啊就不得了了。今天社会上没有人讲这个道理啊，佛说第二个我报，在现在呢，表面上是看不见了，
啊，在从前你这是犯法的，一定要受法律的处分，啊，要坐牢、监禁，还要惩罚。啊，现在这个跟古时候的法律不相同了。虽然现在国报没有像从前那么样的严重惩罚，可是阳间不惩罚你，阴间惩罚比阳间还要严重。第三呢，自欺欺人，在广庭大众之下了，身心不安啊！啊，可是今天这个现象似乎也很淡薄了，为什么呢？脸皮越来越厚了。啊，从前人说老实话，所以还有一点良心呢，做了坏事情啊，还心不安呢，现在没有了。良心没有了啊，所以他也不懂什么安与不安贪嗔痴达到了基础啊。可是将来的果报啊，一定比古时候造作这种恶业要重的很多很多倍啊。第四种呢，这来世的果报，佛说了，死如泰山地狱中受炮烙的刑罚。千万亿岁才能够离开地狱。第五呢，从地狱出来之后堕落在畜生道，畜生道里面我们晓得有许多畜生道，淫仪不必母子，业无戒度啊，堕落在这一类里头啊。佛说国报之凄惨，国报之苦啊，说之不尽。凡夫的肉眼见不到因缘果报的真相，其实这些因果报应都在现前。感应篇这一句里面注解的文字特别多啊，我们翻开了有很多页，举出历史上这种果报的事项，目的无非是警惕我们啊，凡夫没有看到实际上果报的事例，
他很难接受啊。这个书上所引用的几十个例子，古人的例子啊，现代一些人看到古人所写的东西不相信，认为这是古人呢劝人为善的，未必真有这个事实。可是聪明人，你看看古人所写的这些，然后再冷静观察现实社会，两下一对照啊，就明了了。就知道古人所说的是可以相信的。我们应当信守啊，自求多福啊！佛法讲修行，这个是修行第一桩大事，修正我们贪念的习气，修正我们淫逸的行为，你能够得啊，我们讲很现实的，你能够得健康长寿之道啊。啊，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健康长寿啊！啊，健康长寿第一个因素，心地清净。如何得清净？寡欲就清净了。啊，欲望少啊，欲望很低呀。啊，色欲是其中重要的一个。财色名食睡都要淡啊，越淡越好，越少越好，你身心健康啊。饮食素食好啊，素食当中为什么世尊教戒初学远离五荤啊？诸位要知道，那个荤是素菜，你们看荤是草字头啊，荤不是肉食啊。肉食叫腥，啊，是荤腥，荤是素菜里面的五种。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啊，这个五种是韭菜、大蒜、葱、啊、小蒜。现在佛经里面讲腥区。过去中国没有，现在有了洋葱啊。为什么佛要戒除这五种呢？楞严经上讲得很好，把原因说出来了。这个五种蔬菜熟吃会引起性冲动，生吃会引起肝火发脾气啊，
是这么个原因呢？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生理上有刺激，你看看佛陀禁止。但是诸位在中药里面药用可以，不是药用，最好都要禁止啊。这个就是防微杜渐呐，佛把这些不善的增上缘都把它杜绝，这叫大慈大悲。没有一桩啊，不是为众生着想的，希望众生都能得真实利益，都能够生活的幸福美满，这是圣贤的教诲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这一段。